瘦，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hitchhike 了哈。如果去到深圳的话呢，就是最后一天 OK。我本来昨天晚上呢是打算今天再 stay 了一天的，不过我想想下，不如去深圳那边，因为去深圳只是100多 km 吧，我相信一天就可以到了，让我最后一天 hitchhike 最后一程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时间不多了 ，Let's go 吧。拜拜了 hostel。我现在打算呢去坐个 LRT， 坐地铁，然后再搭个巴士去到高速路口 hitchhike 了哈。最后一天 hitchhike， 加油吧！科宇路2.10块搞定。我要坐的巴士 bus OK 是408 A。OK， 我到我的巴士站408 A。现在我是从这边，我现在应该是要到这边。哦，到了到了。OK， 问题来了啊，就是 GPS 显示走路就可以到那个高速公路路口，可是高速路口在哪里呢？是在桥上面哦。这边应该没有路可以走上去吧 ？GPS 跟我讲呢，直直走啊，出怪键就可以到那个托那边了。我就在想，直直走的话都是在下面嘛，怎样上到去上面呢 ？OK， 我看到托了，托就在上面那边。哎呀，没有得上啊，这边前面有那个篱笆围住了。OK， 没有变了啦，我走到来 dead end 了这边，这种烂泥度了，基本上上不去了啦。所以我走回头那边，出回大路那边，跟着大路走了哈，跟着大路走很危险一下，因为那边没有人走，知道吗？全部都是驾车罢了。OK， 我怕我上上去的时候给人家变那样子。所以我要走的地方呢，就是广深高速，可是它是 highway 来的，妈的！没有，旁边没有路线给我跑了，怎么办？哇塞，这是没有路的哇喂，就是大车会跑过的地方。fuck 啊，怎么办？这个地方距离那个收费站呢是500 meter， OK， 如果赶快跑的话呢，还可以，希望不会有人撞鬼我了哈。OK 啊，决定了，500 meter 吧，妈，不然要跑下你踏车哦。500 meter 走吧。Fucking shit hole man， what？ 500 meter， Oh my god， 500 meter 收费站，快点给我快到。这边不可以给人走，这边警公安抓到我的话会 lock up 我的嘞。不可以给他踏脚车，摩托都不可以走，立体车不可以走。然后我这人躲在这边了 ，What the fuck？ 对，这条路就去深圳了啊，深圳，是我在等车了，在等车，这警察过来啊，警察，还不是我的。So，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hitchhike 了哈。如果去到深圳的话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呗。Wish me luck。啊，没有人，没有车，最后一天监管糟糕了呗。那你没去深圳，你去哪里啊？我去东莞。哦，去东莞。嗯嗯、啊，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不用，没事，三木。啊啊，谢谢你啊。好、哦。没关系。他肚子不舒服啊。OK， 所以现在刚刚那个人载我进来这个服务区呢，不到1 km 罢了，转进来罢了。希望这个可以逆转我的命运。OK。
这样可以踏到一个超级顺风车，直接去到深圳了哦。这边是有油站的哦，所以我站前面等，那应该会有人来接我的。搭顺风车啊？顺风车我给你找了。啊？有啊。好好好。So, 现在来到这个油站了哦。不过我找不到车，没有人接我。现在都是差不多两点了啊，还带面包。先吃一次顶之前的。深圳罢了，深圳是100多公里罢了，完惨我真的是。Last day 果然有挑战性啊 ，Last day。哇，整粒面包真的。哪里啊？去塘下。塘下靠近深圳了吗？没有，我是反方向。反方向哦，好，没关系，谢谢你们啊。别在问了，别等。对，我要等别人了。谢谢你们，停下来。没事。好，拜拜。你去深圳吗？你去深圳？我可以跟你车吗？啊，谢谢你。在倒点菜哦。诶，你叫咩名啊？你姓刘。刘，你去到深圳入边？系啊。你系我最后一趟顺风车啊！你，咁你系第一次再好似我咁样嘅顺风车？系。啱啱系我度加油。有那个人可以帮你讲的搭顺风车啊，顺风车我给你找了。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啊？这样是如果站在路边这样摇手的话就是顺风车啊。好，这个 good 嘛，好啊。加上方向是前面那里。这样前面我是去前面那里。Thank you, sir. 唔使，多谢晒。你微信嘅？微信，我哋 at 个微信先。Thank you, sir. 多谢晒喎。OK。好。嚟微信，快啲啊，揾我。OK。OK。拜拜。Oh my god. OK, everyone. One way ticket to 深圳啊，这边 yes， 深圳到了喂，看到吗？高楼大厦。Oh yeah, one way ticket 深圳。好耶，先去。找 hostel， 然后先避雨，因为现在下大雨了。So， 现在呢我是在找 hostel 啊，慢慢再找啊。hostel 地方呢是在一个靠近一个叫做甜心村的地方 ，OK， 不用坐地铁，坐巴士可以到了。所以我现在去巴士站那边坐巴士了。我现在下巴士了，走进来这些地方呢又是住宅区了哦。哎，找中国 hostel 就是一种挑战了 ,OK。喂，哎，请问呢你们的那个旅社是在哪里的？我现在在194楼下了。其实我刚才下巴士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安迪问我了 ,OK。他问我要不要住什么旅社，我就讲不要先，我要自己去找一找先。结果我一找一找，找过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原来那个人就是那位。在巴士站附近那个安迪啊，所以我先过去找他，然后带我回去那个他的 hostel 里呢。那个鲜制肉包有吗？有。让我来一个。哦，原来江小丽吧。哎，你好。哦，原来是你。你照这个干嘛？我拍纪录片呢。啊？纪录片。做纪念呢。做纪念呢。对啊。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对，我是马来西亚华人。那边过来的是吧？因为我觉得很大，肯定比什么甜。好，谢谢。就这个上下铺的哦，这两个位置是空的。So everyone， 这边就是深圳的晚上啊，我 hostel 附近那边的晚上。首先讲一讲我的 hostel 的情况是非常的恶劣 ，OK。
哦，我还第一次住在这样的 hostel， 它那个床哦，它不是棉花床啊，它是一个地毯罢了，知道吗？铺个地毯给我吧。OK， 这样子就收我20块。OK， 它是20块一个晚上，收就是马币差不多15块样子。泰国15块的 hostel 是至少好过它的 hostel 多多倍。OK， 因为我刚刚在跟他们讲话聊天，那几个中国聊天的时候，就是睡我下面那个嘞，是的，他哦，直接是退场。在他床底下也不了 ，What the fuck man? This is so disgusting. OK， 啊，有韭菜的，有肉的，哦，有菜有肉啊。你锅这个发到网上吧。哦，可以啊。这个叫大饼啊，这个叫馅饼。所以刚刚呢，我就在这间后面这间店买了两个馅饼，本来是6块钱的，他们说5块钱吧，因为他们看到我有拍 video， 然后他们叫我放上网 ，OK， 放上网 ，OK， 拜拜了呗 ，Thank you 他们，收5块钱罢了 ，OK。今天呢很感谢老上最后一趟车就是他送我了，非常感谢他，算是one way ticket啊，因为从广州那个服务站那边直接到这边是很远一下，8KM 他直接送我来这边。然后我坐个巴士，然后就到这 hostel 这边了。因为下午我会出去，深圳这边附近走走看看一下了哦。然后现在回去 hostel 那边吃个东西，然后做我 video， 然后冲个凉睡觉。OK， 拜拜。